my god， 这几种护肤品也太好用了吧！今日话题，李佳琦 ，Oh my god 的那些护肤品真的那么好用吗？第一个，香缇卡隔离，香缇卡真的有养肤作用哦，它擦上真的很细腻，没有用过它的小伙伴可以试试，这样的一大支真的很抗用呢。第二个，娇兰玉婷兰花面霜，这款面霜真的没得说呢，不论是包装还是成分，都有种高级的气息。既然说到高级，那么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贵的，它属于贵妇级抗衰老面霜，一定要搭配按摩手法，不然不能很好的吸收哦。第三个，兰芝唇膜，这款唇膜发图周围也有很多小伙伴在使用，效果是真的不错。它的主要成分是从草莓、覆盆子、大果月菊等浆果里提取的精华，用过后嘴唇润润的，干唇的小伙伴可以试试。第四个 ，DPC 豹纹气垫，这个气垫的出镜率真的很高了，但是它确实很好用哦，水润度很 nice， 只要做好保湿，干皮用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当然它也有缺点了，就是遮瑕度很一般，所以这款气垫比较适合皮肤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小姐姐用。